小老板的私房课，财务管理，我是周凤英。我先了解一下他资金需求，预备，开始。配销管道，好，配销管道的营业据点，营运据点，营业据点，就要在哪里？商圈的，对，好，商圈，了解商圈，好。也可以，就是商圈哈，哎，讲商圈，对，25万，30万一次，40万一次，40万两次，40万三次，好来 ，OK， 来哪一组？时代 ，OK， 好，这个活动到这边来，大家休息一下。